你跟爸爸对你是这样的，这么大的意见，你都不想跟爸爸对话一下？我不想，我不想。我觉得这，我没法解释这些东西。那爸爸刚才这样说，我可以就是说一会儿您哥就是说想编导也好，或者是再去走访一下我爱人，看看我爱人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像我父亲说的这种人。我爱人为什么要骂我父亲？好苗的特别好，就骂他。你想可能吗？他要是虐，您听我说，要是我爱人要虐待我父亲的话，也可以在没人的时候虐待，掐他一把，拧他一把，众目睽睽之下就从那个侧上咣给他硬撞。您觉得这合乎常理吗？不是，那是手术完了，他有床，因为插一个临时起搏器，说你也跪这床拖着他那腰，他这一窝就坏了，那起搏器容易掉。你去，他不去，他过去了，蹬那个脚，他那一喊号，一二三，走，这样我在屋里头了，你是没在呀、啊？您觉得这可能吗？咣就冲了这么多人，是故意就给他撞一屋子人呢、啊，人家一屋子人呢、啊，知道吗？这不说瞎话、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人家主任人都问他了，这是你的什么人？以为是帮忙的了。其实我从刚才那个老父亲的电话连线，跟您刚才特别生气的拿那个瓶子指责女儿，我觉得。您其实不是生女儿的气，您是生女婿的气，对吗？您生气的只是说，在女婿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，女儿没有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她完全站在了自己丈夫那边。其实我想，我告诉你，她自己说的，我宁可不要吴畏，我也要吴红来，别说爸爸妈妈更边上去。他就亲口跟我说的，连他的女儿他都不要，别说父母，女儿是第一位吧，是他亲生自养的吧，女儿都可以不要，别说爸爸妈妈了，谁跟他老公不行，谁都不对。我知道了，这个部分我挺理解您女儿的。我理解她的是什么呢？您想，一边是她自己的亲密爱人，是她的丈夫，一边是她的父母。您说她处在中间，她也很为难。您说她没有为难吗？她肯定也有为难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这样。那你有没有去心疼一下女儿的处境？我不心疼，我就不管了。你的姑娘你管吧，我不管了。我打劲起，别上我这儿来了。可外孙女每次回来还是回到我这儿来。